所以现阶段现职就是先把副发言人的工作做好就好。不过因为先前因为你很排斥选区立委，那如果现在倒选不分区的立委，你会是最好的答案？我觉得这部分还是一样，就是等到党未来的规划都确定了，然后未来布局都确定了，那再来做讨论，然后未来的方向也可以再大家再来讨论。所以是不排斥了，就是再做讨论。可以问一下那个水果摊邓家的确切是吗？可以知道吗？你为什么？就是水果摊超就哦好，我要再跟你谈。好好好，就这样，谢谢。替我多问一个好了，如果今天真的是业主分区，你进去立委席的时候，因为他还有分委员会，你自己有最感兴趣的？这个目前都还没有想过，因为之前的规划上都还没有想过未来会有这一块，所以这个部分就还是一样，未来自己未来的事。那如果进去了，你自己的专业的话，你会很会调整？这个还是一样没想过，所以就之后再说。好，谢谢大家。哎，这就跟我要连接吗？